和星星展翅高飞，快到去超能源的 Neverland， 帮你黑幕牵着三虎开派对。彤彤姐姐，嗨嗨，我是果冻姐姐。Hello， 我是泡芙姐姐。我是奶油哥哥。我是哈密瓜哥哥。我想跳跳芭蕾，就像天使一样美。我想当个画家，画画小牛追着青蛙。
哥姐姐学国字。我们今天要学的是这个字。哦，今天要教的字是英文字 X。不是啦，小蜜，我们今天要学的不是英文字 X。哎，那是要教叉叉这个字吗？答对了一半。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字叫做凶。凶，凶这个字很容易写哦，只要外面画一个大洞，里面打上一个叉叉。哎，为什么大洞里面要画一个叉叉呢？如果地上有一个大洞，走路的人没有看到，不小心掉了下去，是不是很可怕呢？叉叉就表示掉到洞里面受到的惊吓还有危险，所以凶这个字有不好的意思，也是提醒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字一定要特别的小心。哦，那这个凶是凶巴巴的凶吗？不一样哦。谁会凶巴巴的呢？我妈妈会凶巴巴的。也就是说人才会凶巴巴的，对吧？对。所以在凶的下面加上一个人，就会变成凶巴巴的凶。哦，这样子小蜜认识两个凶的不同了吗？认识了。我想啊，创造这两个字的人一定也常常被妈妈骂。那不就跟小蜜一样？吃饭喝汤的时候不要发出很大的声音，也不要乒乒乓乓的敲打碗盘，这样就是最棒的小绅士还有小淑女哦。某某欢乐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